大家端午节快乐！为了庆祝国立这第四分局长特别准备肉粽，伊会发送给警员。虽然国立这有四天的连续假期，不过对真济外勤的警察来讲是无法度放假，所以分局长担心准备百外粒的肉粽要来陪冬临过节。一年一度的我们端午佳节哈，那在连续假期之前呢、啊，我们慰劳同仁呢、啊，用我们的粽子哈、啊。来慰劳同仁啊，还有180几颗，每个内外勤啊，我们的司机工友全部都有哈。唔、啊、难，每一位警察同仁拢在着分局长送的肉粽，连警察之间也拢有分。很感谢我们台西的分局长哦，很贴心，然后送给我们志工哦那个肉粽吃，还有员警啊嘞，很感谢，很感谢分局长，谢谢，赞呐、啊！送肉粽一部分是要庆祝五二节，另一部分是为着鼓励被考试的警员，希望大家都会当有好成绩。这个有考试的也会送的，有的同仁呢、啊、也有参加考试，所以呢，如果吃的分局长给的粽子呢，我们希望他能够包粽啊，可以考取他想要考的官校啊那个警大啊。或者研究所，或者是特考。高兴今天分局长来我们所，那拿粽子给我们。除了体恤基层员警以外，分局长也知道，就是我要考研究所了，那特别来粽子给我，那祝我高中这样子，那非常谢谢长官的体恤。民众有四天的连续假期，不过对警察来讲，这四天因必须为好治安、交通安全为民服务，所以国立这收到分局送的爱心粽，也让警察拢讲真正做大心。记者郭全品采访报道。